家好，我是洪元碧。以上新闻感谢收看，综合报道。国术馆与国家人权博物馆二十日举行书名相关案件史料汇编等三本新书发表以及座谈会。1991年5月9日，调查局创立清华大学逮捕硕士生廖威廷等，引发独裁会案。过去有部分观点认为是时任行政院院长侯宝春对时任总统李登辉所发动的突袭。连日国术馆修撰主叶修吴俊荣指出，李登辉诈财本案的侦办也亲自陪客行动之签名。连日本案有两份签名，另一份则由侯宝春批示。侯宝春当时权力是毋是比外界想象较大，耐人寻味。对于书名相关资料，吴俊荣以一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海工会函文和外交部之书名个人资料指出，虽然内容无真济新意，但这份档案意义在于国民党海工会有一批监控海外人士的资料，以等待司法界挖掘。而这正是目前政府在档案征集过程中仍然缺失的一块，也是国民党迟迟不肯调出来的资料。这也代表档案清查工作未来还有努力空间。吴俊荣也指出，1990年左右，当时台独联名人士准备闯关回台，在侯宝春命令下不准其回国，要求得个案审查。当时国安局列出警管台独对象分为第一、二级，一共79人，包括陈东山、陈南天、金美玲、钟向荣信、彭明敏、史明等，拢在名单之列，怎样无乌名单？而在易书明相关案件中，吴俊荣指出，所有参加地下工作组织者，为被注释的70年代郑平案，有说明郑平出身中下阶层，从小信仰基督教，但在牧师带领下去日本，易书明报名，并狂发展自组织。虽曾谈论过去要清理，但真正做的事情只有购买徽章，要送予同伴。我表示，相较于左派案件，国民党政府对台独案件通常下手未遮尔重。然而，确实嘛有人未获得救援而判死刑。而有关独台会案，吴俊荣说明，本案调查局早已准备真久，早在1989年就报警一名叫青山的人在苏明身边。李辉如苏明所认为，伊组织已被国民党植入渗透。青山未不仅受命将独台会打作予王秀辉，也将准备赴任的独台会革命纲领交予陈正南。本案真早被注意到，是透过当时的邮电检查，针对寄往苏明日本主持的信件作为检查，因此相关通信早已被警方锁定。而当时台湾大学大陆社干部名单也全被掌握。而在国安局调查局等侦办过程中，吴俊荣指出，李登辉拢有透过时任国安局长宋新仁掌握。在1990年8月29日，李登辉就已经知悉调查局成立专案小组，对独台会案进行侦办。过去曾有讲法认为，李登辉在本案是做侯宝春不识，是侯宝春自己要做的，但局办李登辉蒙在鼓里。连日就资料档案来看，李登辉其实拢有掌握情况。吴俊荣说明，在宣布终止动员戡乱后4天，1991年5月4日，宋新仁宣布集机密签名，李登辉当日陪客发办独台会，天台生活的侦办行动。连日耐人寻味是，国安局理应受总统指挥，但宋新仁却将同款的签名也送了一份给侯宝春批示。你好在1991年5月7日批示依法就办，行政院长是毋是对国安局指指点点，互人拍一个问号？换一个角度思考，侯宝春在当时所握的权力，是毋是比咱所想象中来得更大？拢是该份签订所凸显的疑点。政治机关对于侦办独台会案，也对社会舆情做判断。然而吴俊荣指出，事前国安政治机关心有自信，认为后续会有人是违抗伊，例如专合人，但只需注意而不用太担心。况且本案事情明确，应该获得民众支持。然而后续真相
不如政治机关所预料，对于台湾社会发展完全误判，而冲进政大逮捕廖伟成，并引起知识界强烈反弹。最后，立法院于当月十七日恢复废止《政治叛乱条例》，本文转载其他平台，由来自于个人创作者，本台对文章的真实性无作保证，也无代表新时代新闻的观点甲立场。如有异议，请联系阮三读，谢谢。咱明仔载接着讲。